四大凶手有意见吗？带着毁天灭地的灵力为祸人间，相传只有将风的力量幻化为风宇宙的侠岚，才能与之抗衡。这么说你一定也是侠岚了？当然，我叫狼明，他们都叫我瞎子。从小立志成为一名侠岚。瞎子，你给我站住！行走江湖，除暴安良，守护正义。哎呀，胡不服！侠岚真的存在？这是什么声音？饕餮！我配保佑你们，我可是侠岚。正好，侠岚都到齐了。给我杀！愿以己身保一方净土之人，被称之为侠岚。不止如此，我还会使用失传的上古侠岚秘术。风雨咒，哇！看好了，不要眨眼。